大家好，今天我录了一段视频啊，就是这个大家都看到了，那个春节联欢晚会里头有一个叫《重逢》的歌了吧？是吧？《重逢》的歌，我给大家讲一讲啊。这个94年我遭受迫害，95年呢，中国呢，中共呢确立了这个《中国银行法》，完后就开始大量印钞。98年就出现了大洪水，这就是事情的真相。他这里头唱的歌《重逢》，招呼谁呢？我一听就听得出来。还有那电影《归来》，要点脸吧，中国共产党这群臭变态，谁他妈归来啊？谁他妈和你们丫重逢啊？你他妈算什么东西啊？一句圣经启示录，你这回妖孽是要下地狱的，1000年以后。你现在绑架我和西岳，你们这伙人绑架我和西岳，不过是拿我们当救命稻草、替死鬼，想拿我们当牺牲品，拯救你们不下地狱。对不起，我们不是和尚尼姑，我们还不至于善良到那种程度。郭沫若说得很清楚。人妖颠倒，是非混淆。毛主席说得很清楚：“千刀万剐，千刀万剐唐僧肉。”对你们这群妖孽，没什么可讲。重逢，和谁重逢也不会和人妖重逢啊。归来，归来，你是变态，我归什么来啊？你他妈就是杀人犯、变态、害人精啊！归什么来？冲什么锋啊？各走各的路，各拿各的钱，知道吗？按照圣经启示录的规矩，你们这会儿害人精，党纪国法天理难容，妓女流氓下三滥达利特人的下去，1000年下地狱吧。所以中国共产党对于残害张扬和西岳的，以及我们亲人的凶手，我绳之以法。坚决处决，执行死刑，党纪国法天理难容。毛泽东就是这样被处决的，所有残害张扬西岳以及我们亲人的人，全部照此办理，一个不留。重逢，我跟你们重逢什么？归来，你个臭变态，你算老几？你以为中国是你们的吗？你个骚逼烂货！臭骚逼、臭破鞋、臭烂货，他妈不撒泡尿照着自己，傻逼德行！重逢归来，你招呼谁呢？二逼，喝高了吧？他那臭傻逼的德行！啊，谢谢。